据相关媒体报道，8月29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陈妍希探班陈晓的照片。照片中，陈晓身穿长袖格子衬衫搭银色短裤，抱着娃娃似在接受采访。陈妍希戴白色棒球帽搭墨镜，看起来十分开心。两人在休息室面对面相望，脸上带着笑意，十分恩爱，感情好着呢。此举再破两人离婚传闻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